边，能听见我叫你吗？满天的星星，哪颗才是你呢？唐伯伯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美女唐可儿。隆重有请我们海月新媒体的总裁霍斌闪亮登场。你是想故意接近我？你做到了，不过以后麻烦你不要用这么啰嗦。霍斌到底得了什么病？霍斌应该不仅仅是落水这么简单。我家还有多少秘密？我这份工作是董事长给我的，凭什么他让我走我就走？我偏不走。这些是我锁定的海月新媒体签约主播，一个月之内四个主播，要是完不成任务不用你说，我自己就会走。好，唐助理是这次购物节的主管，我会好好备战这次购物节。把这个放到霍斌的办公室，放心，我不会害他的。各大媒体都在报道我们集团出售假货，这些检验报告全是假的，你怎么解释？你到底拿了对方多少好处，这样不择手段的来搞垮我们？妈，从你进公司那天起，一直偷偷摸摸的接触对方公司的人，你被开除了。这一次我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。什么？被绑架了？看来快把当年的事儿抖出来了吧。我的存在就是会提醒，仇恨是存在的。霍董事长患的是突发性心脏病，霍华成正在抢救，我们必须赶快动手了。我恨不得杀了他。老公，爸，既然已经撕破脸皮了，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我原以为最该信任、最不值得被防范的人，竟然是背后捅刀子捅我最深的人。那些鸡腿我丢了。现在海月新媒体我也保不住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我们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我陪着你。哇！有你真好。看上面写的，霍斌爱唐可儿。你就知道可儿，我也喜欢你。齐丹飞这人太不地道了，竟然抢闺蜜的男朋友。既然你们都觉得我错了，那我就错给你们看。霍斌，现在宣布跟齐丹飞订婚。想哭就哭吧。哭出来就好了。你口口声声说恩怨是上一代的事情，为什么对霍斌下手？我不想害霍斌，我只是想让他失忆。你说他是假装失忆，我必须采取一点手段了。如果公司不上市，我们就全完。可那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啊。哥，收手吧。你现在必须阻止霍斌把合同交给证监会。我们就是彼此的宿命。霍斌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带你去换回属于我们的记忆。哎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Dying!